我也跟姑姑说想找到你，跟你说声谢谢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姑姑说找不到了。虽然对于我来说你是救命恩人，但是对于你来说，他的回忆并不美好。姑姑也说了，不要活在过去的记忆里，要走出来，重新生活。没想到，你们还是遇到了。其实我有点后悔了，如果没有跟我重逢的话，你的心脏就不会频繁的出现障碍了。你可以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，平稳的活到80岁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困扰。如果没有遇到你啊，我拿完奖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从来不后悔遇到你，小小宁。还是算了，还是算了。如果我跟你过度亲密，你的心跳指数就会持续升高。我可不想跟你一边谈恋爱，一边送你去抢救。哎，我们真的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一对恋人。我还是去地上睡吧。地上太凉了，还是我去吧。等一下，我想了想啊，我们必须要规定一个属于我们的相处守则，以后要严格执行，争取把你的心跳指数控制在安全范围内，这样既对你的心脏有好处，还可以让我们过得不那么疏远。这个就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了，交给你了。好，那你睡吧，我去想想啊。你睡吧。可以睡一张床，但不能接吻。可以拥抱，但要看情况。这样你可以吗？啊，你说什么都可以。晚安。晚安。